俺没眼花，那破车里除了的肯定是外星人。就是吃了这外星人的药，俺才疼这样。只要找到外星人，就一定有办法稳定俺的智商。这都啥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！吴钢铁侠今日成功加入管理外星人的组织，务必将成为 BEA 里最年轻有为的英雄传说。BEA。 剩一分钟了，来不及了！小猴子，看你的了！终于赶上了！ 都到了呀，今天带你们玩个小游戏，去游乐园转一圈。这么好？去游乐园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不愧是沙尼，不准嘲笑尊贵而光荣的泥质一族，沙尼。 你的问题很好，有特工应有的直觉。你们去游乐园，找到一颗能量球，并把它带出来就行。吴最擅长找东西了。爸爸的私房钱每次都是我帮妈妈找出来的。就像我昨天说的，今天的训练不许携带任何武器装备。记得，但是为什么呢？逛游乐园要带什么武器装备？ 希望你们能活着回来，各位好运。去吧，地球护卫队。朱志摩，背包不许带进胶囊。里面是我的午饭，不是武器装备啊。大家小心点，别走散了。 你们快看！你们觉不觉得这里有点眼熟啊？当然了，这里是游乐园啊。这就是你们地球人所谓的游乐园，太简陋了吧！哼，外星人根本不懂地球游乐园的真谛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任务。任务？我们一件装备都没有，万一遇到了危险怎么办呀？ 分头行动会不会太危险了？那给你一个例子防身。哎，朱志摩，找球行动现在开始。我觉得能量球根本就不在这里。如果不在这里，会在哪里呢？
好像好像有个东西晃了一下。哪有什么东西？小猴子，你眼花了吧？看来我们只能去那里找找了。你们说，不会有什么东西藏在里面吧？不太对呀。朱之魔，你怕了？胡说！吾乃钢炼侠，无所畏惧。哎，等我无限补充一下能量，就带你们一起进去。嗯，就让你吃五分钟。小猴子，推我一下。朱之魔，我们来玩跷跷板。他打来玩秋千。我怎么可能跟你们玩这种无聊的地球玩具？侯爷，我比你高。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有？哎呀，小 Q， 你干什么呢？哎呦，我的牙，痛死了！你什么玩意儿？比珊珊家的栗子还硬！这好像是能量球，能量球，我找到能量球了！嘿嘿，吾真不愧是钢炼侠，第一个完成任务，正义必胜！你们怎么了？唐尼这个骗子，这哪里是游乐场，明明就是仓鼠笼啊。多谢女侠救命之恩。想想办法，我快跑不动了。刚才他还一直追着朱之魔，现在怎么又去追侯爷了？别磨蹭了，快想办法救他。这只怪物仓鼠的目标应该就是那个能量球。能量球，我有办法了。珊珊，往门口跑！朱之魔，快跟上！我们配合传球，直接出去。
没办法了，咱们分头跑。太饿了，爬不动了。小猴子，接下去该怎么办啊？先让我歇会儿。小 Q。小 Q 好像穿帮了啊，那怎么办啊？要不我们冲出去，杀出一条血路。行，你先出去，等他吃饱了就不会为难我们了。我不要，我自己还饿着呢。巧克力棒，好臭啊！是仓鼠的便便。嘘，别喊呐。小 Q， 快把小 Q 吐出来！
要把小 Q 救回来。头好晕呐、啊！哎呀，五的能量背包，咦咦嘿嘿哦！神谷座贝塔星的巨兽，幼年身高3到4米，成年7到9米，习性类似地球的仓鼠。什么？拉哈比？有办法了，我养过仓鼠。哎，仓鼠会把食物都存在嘴巴里的，等夹囊都装满了，它自己会找地方把食物吐出来的。真的假的？不管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但是上哪儿给它找吃的？你们干什么？朱志摩，钢裂侠，宇宙第一的钢裂侠。宇宙第一？莎莎，你在说我吗？没错，英雄为了正义是可以舍弃一切的。这家伙说的好有道理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鼠辈，吴刚烈侠来也，今次必堵上吃货的尊严，让我们来堂堂正正的来一番较量。接招，刚烈奥义，终极美食连环招！地球护卫队，游乐园好玩吗？什么游乐园？明明就是个仓鼠笼。让我们对付那么危险的怪兽，还不如我们带装备，是不是太赖皮了？危险？那只能说明你们太弱了。不好，又来了！快散开！看看你们的样子，还叫什么地球护卫队呢？弱爆了！这只拉哈比是我养的宠物，它可是个完完全全的素食主义者。素食主义？可他刚才差点把塔塔给吃了。谁让你们抢他最心爱的玩具呢？他能不生气吗？但是，唐尼老师，这能量球是你让我们去拿的呀。这次的训练勉强及格，就算你们全员通过吧。救命啊！快看我下来！看来他还挺喜欢你的吧？找到你了 ，BEA。请输入登录密码。啥？居然还有密码？